你请马头明王上面呢，他一定有一个马头。啊，马头明王上面一定有一个马头。他这个一个面孔，两个手背，两只脚。啊，一只手呢拿着这个骨罗杖，啊，骨罗杖，一只手呢拿着金刚锁，金刚锁。那么他面貌很凶恶，很凶，有三眼。三个眼睛都是很凶的，啊，瞪得很凶的，没有慈眼啊。这三个眼睛，那两个牙齿都露出来的，牙齿都露出来，这上牙獠下，下牙獠上，牙齿是露出来的。上面有一个马头，头发往上竖，是红色跟黄色的，头发往上竖。周围全身都是佛，站在这个莲花的日轮之上，莲花的日轮呢？哦，现在那个图片有，周围都是佛，啊，两个眼睛很凶恶的。